有，经常会跟朋友一起过来约一下吃饭、逛街，然后有时候过来看个电影这种。我觉得还是挺好的，因为其实它的地理位置在这儿，相对来讲会比较方便。不管是从宝安呀、南山呀，或者是福田呀，然后大家过来都是比较方便的。一个多小时，两个小时。